台湾观光产业再次受到外界肯定。国际信用卡发卡公司最近的调查显示，全球最受旅客欢迎的132个城市中，台北排名第16名，旅客年增长率排名世界第一。调查还显示，台北吸金力惊人，旅客每人平均消费43,000元新台币，一年下来的观光收益高达2784亿元新台币。 台湾观光产业再次受到外界肯定。国际信用卡发卡公司最近的调查显示，全球最受旅客欢迎的132个城市中，台北排名第16名，旅客年增长率世界第一。调查还显示， 台北吸金力惊人，旅客每人平均消费4,300元新台币，一年的观光收益高达2,784亿元新台币。